头顶不舒服，头顶不舒服，我看到天上一个飞碟在转，好像天空比原来亮堂了很多，亮堂了很多，亮堂了很多，然后很多人呢围上一个坑呢，大家都莫名其妙，围在一个坑呢，核电站没了，只剩了一个坑了，人家都不知道。 核电站去哪里了？大家都不知道核电站去哪里了。只剩下了，只剩下了一个坑的。正在看的时候，天上一个大飞碟在上面看着，但是我们人看不见飞碟嘛，下面的人莫名其妙看着核电厂的原子，就只剩了一个坑的，把人家吓坏了，吓坏了，吓坏了。哎呀，他们那个想，可能核电厂已经沉到泥底下去了，他们只会想到往下沉。 不会往下想到往天上跑，在换了另外一个地方也是，很多人围上一个坑呢，莫名其妙坑不知，那核电厂不知去哪里，只剩下了一个坑在那边，只剩下了一个坑在那边，他们想着，他们只想着可能往下沉下去，沉到泥里去了，整个核电厂就沉掉了。 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掉到天上去了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